去我家，去我家，啊、去我家，去我家，我给你养老。爸，去我家，我给您养老。去我家，哎，爸，你去我家，我给你养老。我是大儿媳，爸呀，应该去我家。那我还是小媳妇呢，爸应该去我家。去我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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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养老。我家，去我家，爸。爸，老二媳妇儿，老三媳妇儿，你们干嘛呢？二弟回来了，你大哥说了，让我来接咱爸去我家住。二哥，我想把咱爸接到我家住。你们，我说老三媳妇啊，你这十指不沾阳春水的，你是想把爸接到你家去伺候你呀、啊？哈，我说大嫂，就你那个暴脾气，把咱爸接到你家去，那不得受你的窝囊气呀、啊？爸。那你咋想的？你想去谁家？我谁家也不想去，我想跟你过。大嫂，弟妹，你们也听到了，爸呀哪都不想去，他就想留在这儿，要不还是让我照顾他吧。老二，你瞧你说这话，我看啊，你也是为了咱爸这20万征地款来的吧？就是，肯定是为了这20万才假装说要照顾爸的。老二呀，你就别装了，你一直照顾咱爸不就是惦记这个钱吗？对，假惺惺的装什么大孝子。爸，你看大嫂和弟妹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那你打算把这个钱咋分啊？是呀爸，这钱怎么分啊？你倒是说句话呀。哎，是呀爸，这到底咋分呀？你赶紧说呀。老二，我每次生病都是你照顾我，这钱你说了算。行，把钱给我。老二，你还真拿呀？来，大嫂，这10万啊，你拿着。哎，老二，这凭啥只给大嫂呀？弟妹，这10万啊，是你的。老二啊，你这把钱都给他们，那你自己呢？爸，这钱啊，我不要了。那你不要了，那谁给我养老，谁照顾我呀？爸，以后啊，还是我来照顾你，我给你养老。二弟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以后啊，就你给咱爸养老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大嫂，你慢一点。二哥，我这下午还跟闺蜜约了做头发呢，那我也赶紧走了啊。你是否能明白？哦，三媳妇，你钱拿到了吗？老二啊，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接我的，他们就是来拿钱的。爸，他们要钱啊。就给他们吧，您啊就别难受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老家呢？公司那边都急死了。刘秘书啊，你怎么来我老家了呀？三弟，三弟，三弟啊，刚刚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这呀是咱爸的养老钱，我们怎么能拿呢？大嫂，弟妹，刚才我也说了，爸呢，我来养老。这钱呢我也不缺，跟你们呀没关系。别呀、啊、二弟，你说你这当这么大的老板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我看这钱啊给咱爸养老合适。老二啊，他们本来就不孝顺，现在咱又没钱了，那以后更指望不上他们了。爸，百善孝为先，您呀、啊、不用担心，您不还有我这个儿子吗？老二啊，老爸一分都没给你留，你不会埋怨我吧？爸，怎么会呢？这俗话说得好啊，父母在，人生才有出处；父母不在了，人生只有归途。这家中呢，有车有房，不如自己的老爹老娘。真是个孝子啊。儿子，你等一下，你看这征地补偿款呢，是50万，我给他们20万，给你留了30万。爸，这钱啊您要留着养老，我不需要，走，我背您回家。谁
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公公、小姑子，你们也过来了。啊，儿媳妇回来了，来，快坐吧。公公、小姑子，你说你们怎么来，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我好去多买点菜，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行了，儿媳妇，这菜呀，你别买了。这次我们来呢，是有点事要和你说。既然嘛，你已经嫁过来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希望你呀，能尽些孝道，给我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。不是爸，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咱们家遇到什么变故了？老婆，哎呀，其实之前呢有些事儿你不知道，我呢今天跟你说句实话，你说你嫁过来，我们家给了你10万块钱彩礼，其实这10万块钱彩礼啊，都是我爸我妈在外面借的呀。啊，今天我妹妹来也是，我妹妹啊开那个店倒闭了，赔了20万呢，这20万也是借的呀。老婆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把那10万元彩礼还有你们家陪嫁那20万那个嫁妆钱拿出来，把我们家这个债给还了呀。什么大彪，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，现在我这还怀着孕呢，你却告诉我这样的消息，这也太突然了吧。如果我说我不同意呢？你是不愿意拿还是怎么样啊？我也不勉强你，你要是不拿我就出去打工去，我出去挣钱还债行了吧。现在挣钱多难呢，我告诉你啊，那我就什么时候挣钱把这些债还清了我再回来，但是我可不敢保证我什么时候回来我能不能回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叫什么话，我威胁你？咱们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就应该互相帮助啊。你说你赶紧把我们家这些债务还清了，咱们俩才能好好过日子呀！你这样对你对孩子不都好吗？范大彪，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吗？你现在这样的行为就是在骗婚，我实在是接受不了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哥骗你什么了啊？要不是为了娶你啊，我们家至于向别人家东拼西凑欠那么多钱吗？叫你拿些钱出来还债，这是理所当然。小姑子，你以后你也要结婚，我就想问问，这谁家娶媳妇不花钱？如果你们觉得娶一个媳妇的成本太高，那你们完全可以选择不结婚。而你们家呢？而你们选择借钱结婚，举办婚礼，并且事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把我蒙在鼓里。现在我结了婚，还怀着孕，你们全家人让我一个人去承担这些债务，还让我拿出我父母给我的陪嫁替你们还钱。这天底下像你们这样的家庭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吧。行了，儿媳妇，别吵吵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至于吗？我向你保证，这钱呢算我借你的，将来我一定还你。是啊，嫂子，你呀快去准备吧，我们啊真的需要这笔钱。这个钱我不能借。公公，您跟婆婆现在的年纪也大了，没有稳定的收入，自然也就没有偿还的能力。还有小姑姐，你是做生意的料吗？这打工吧你也不愿意，这钱如果我借出去了可就打水漂了，以后我和我的孩子怎么办？一点保障都没有了。况且我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这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得去呢。照你这意思，你这钱是不打算借是吧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，我把这件事情传出去，看看别人怎么说，他们会说你这儿媳妇不真实，对不起我们家。你们这一家子可真会算计呀！我现在还怀着孕，你们都等不到孩子出生再给我摊牌吗？我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们，这个钱我一分都不借。倩倩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这个态度，这个钱你不借的话，等孩子出生以后我可不认。我相信你一个女人，已婚的女人再带个孩子，这日子肯定不好过吧。范大彪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会说出这么无耻的话。我告诉你，刚才你们所说的话我全都录音了，并且我要公开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一家人丑恶的嘴脸。你敢？我告诉你倩倩，你要是敢这么做，明天呢我就上你公司闹，我让你在公司呢丢尽颜面，让你混不下去。你以为你威胁我就会怕你吗？
你大可以随心所欲去制造麻烦，我一点都不害怕。还有，我会把离婚协议书发给你。你们这一家子自私丑恶的嘴脸真是让我恶心，还想让我给你们还钱，我告诉你，想都不要想。还有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套房子是我爸当初给我买的，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限你们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滚出去。